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 我在一个新的公司工作。 我在一个新的公司工作。你今天上班吗？ 你今天上班吗？ 你今天上班吗？ 我今天上班。 我今天很忙。我今天很忙。我今天很忙。我要做很多事情。 我要做很多事情。我要做很多事情。你昨天学习汉语了吗？ 你昨天学习汉语了吗？ 你昨天学习汉语了吗？ 我昨天学习汉语了。我昨天学习汉语了。我昨天学习汉语了。 你学习了多长时间？我学了3个小时的汉语。 我学了3个小时的汉语。我学了3个小时的汉语。你呢？你呢？ 你呢？我没学3个小时。我没学3个小时。我没学3个小时。 我是一个笨蛋。我是一个笨蛋。我是一个笨蛋。
对。对。对。这是什么房间？这是什么房间？这是什么房间？这是我们的教室。这是我们的教室。这是我们的教室。为什么你们的教室没有门？为什么你们的教室没有门？为什么你们的教室没有门？这是新的教室。这是新的教室。这是新的教室。请给我开门。请给我开门。请给我开门。没有门。没有门。没有门。对。对。对。你今天早上几点起床？你今天早上几点起床？你今天早上几点起床？我今天十一点起床。我今天十一点起床。我今天十一点起床。你为什么很晚起床？你为什么很晚起床？你为什么很晚起床？我昨天晚上很累。我昨天晚上很累。我昨天晚上很累。我昨天晚上没有休息。
我昨天晚上没有休息。我昨天晚上没有休息。你工作太多了。你工作太多了。你工作太多了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，但是我不想回答。可以，但是我不想回答。可以，但是我不想回答。我能提一个问题吗？我能提一个问题吗？我能提一个问题吗？可以，但是我不想听。可以，但是我不想听。可以，但是我不想听。我不喜欢提东西。我不喜欢提东西。我不喜欢提东西。今天考试。今天考试。今天考试。你准备了吗？你准备了吗？你准备了吗？你准备了没有？你准备了没有？你准备了没有？我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。我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。我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。我们可以一起准备。我们可以一起准备。我们可以一起准备。我穿了一件新的衣服。
我穿了一件新的衣服。我穿了一件新的衣服。明天我想洗衣服。明天我想洗衣服。明天我想洗衣服。你可以给我2000块钱吗？你可以给我2000块钱吗？你可以给我2000块钱吗？我没有2000块钱。我没有2000块钱。我没有2000块钱。我有100块钱。我有100块钱。我有100块钱。第一课是你好。第一课是你好。第一课是你好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10月15号。今天是10月15号。今天是10月15号。我下个月要去中国旅游。我下个月要去中国旅游。我下个月要去中国旅游。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也想去中国旅游。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也想去中国旅游。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也想去中国旅游。我希望我们一起去中国旅游。我希望我们一起去中国旅游。我希望我们一起去中国旅游。我的妈妈可能也要去中国旅游。
我的妈妈可能也要去中国旅游。我的妈妈可能也要去中国旅游。你希望去哪儿旅游？你希望去哪儿旅游？你希望去哪儿旅游？我要找医院。我要找医院。我要找医院。